今集的部首是贝字，大家留意故事之中和贝字有关的字词。大杂部，小食部，零食多，好味道。今日是大杂部小学小食部开张的大日子，大家要落力支持啊！烧麦肠仔解得简单，本色多多有你拣。今日有我小肥负责小食部，小食就嚟帮衬下啦。负责。哇，有咁多鱼蛋啊！有我最中意食嘅鸡髀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开！我哋全部财产加埋都系得几蚊，小食点去买嘢食？财产，今日小食部开张，你哋都唔带钱翻学嘅。哇，姐姐你好富贵啊！富贵，咁啱今日我生日，咁我请晒你哋食大餐啊！耶、yeah! ！好嘢！小肥，我哋要买烧麦肠仔同咖喱鱼蛋，买。sorry 喎，卖晒，卖吓，卖晒烧卖肠仔、咖喱鱼蛋呢啲都系高热量食物，食咗会有心脏病噶吓、啊，心脏病，嗌嘢一紧下啦，冇啊冇啊，一罐汽水有八粒糖，饮豆奶啦，我要买披萨汤，你擘大个口俾我睇下。啊咁大隻烂牙仲食糖，食苹果啦！餐牌明明乜都有，点解依家乜都冇噶？冇啊冇啊！今日小食部只卖健康食物。咁啲唔健康食物去晒边啊？点解你嘴角有滴咖喱汁噶？冇啊冇啊！我冇偷嘢食啊！你冇偷食，点解会留低咁多食物包装袋噶？一定系你偷食晒！我哋一齐捉佢去见校长。我只不过系帮大家清理走啲垃圾食物啫嘛。